大家好，这是四款那个吸盘的那个产品。第一款，这一款是那个挂纸巾的，厕所挂纸巾的那个，吸盘挂到墙壁的。然后第二款是放香皂的，第三款是挂那个毛巾的，毛巾挂钩。这一款的话在国外卖的最好。然后这一款是那个，吸盘挂钩，也是挂墙壁的。国内国外都可以。我的手机号码是136。80860674，微信号码136-8086-0674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产品有点反光，这里，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元州镇惠恒丰，塑胶有限公司。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个产品，我们经常去国外参展，然后，这些都是出口到国外的产品，出口到德国啊、法国啊等欧洲那边的国家的，这量都很大。